像这样一个馒头就做好啦。馒头全部蒸好之后，盖上一层保鲜膜，二次醒发15分钟。看一下醒发的这种体积明显变大，而且颠起来轻飘飘的就可以啦。然后再全部放入笼屉里面，水开计时，上锅蒸15分钟。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关火再焖上5分钟，这样可以防止塌陷回缩。时间到，我们掀开来看一下，看一下雪白雪白的，非常的松软，直接出锅就可以。好啦，雪白的大馒头就这样做好啦。哇，看上去非常的诱人。下面我们掰开来看一下，看一下里面是一层一层的，非常的松软。蒸馒头的时候，只要掌握以上两个小技巧，新手一次也能成功。做出来的馒头比面包还要柔软，喜欢的朋友尝试一下吧。我是小杨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